好，我是四年七班黄一成。我画画的主题是呱呱合唱团。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爸爸带我去高雄龙虎塔玩，那里有个大水池，里面有很多荷花。夜晚时听到青蛙呱呱叫的声音，所以我以青蛙和荷叶来创作。我用粉蜡笔和水彩来配色，并且我觉得青蛙的叫声很吵，但是那天晚上我仔细听，忽然觉得青蛙的叫声很有旋律，很好听，所以我用音符表示青蛙的叫声。谢谢大家。